今天我来教大家一下怎么矫正我们这个摇杆。按住这两个键，同时按住，按5到6秒钟，然后这个灯是常亮的，然后这个时候快速最大化的旋转摇杆，然后扳机键按个3次，按到底，然后等灯熄灭以后就已经自动矫正成功了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打开网页测试一下。好，识别到摇杆了，可以看到现在两个摇杆的四个轴都是非常准确的回到了0.00002，非常精准啊。就在中间轻轻一触就会有反应，基本上是没有死区的，到达边缘也很准确。而这两个扳机键也是能够准确的从0到达 1.0。我们现在开测试一下转圈，哇，这个转圈是非常好的，我们这个自然算法能够有效的避免漂移，准确率也非常的高，可以看到现在的一个平均错误率，随便转了两圈就能够达到0.1%，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好。